直接实战去开一个窗。来，兄弟们，最近矿区的货过来的是非常充足的。刚刚的那个毛叔也联系到我说，他一会儿有一个盘枝亲信会过来找我拿点料子去卖啊。带过来了菠萝蜜，我缅甸的菠萝蜜。这个应该很甜，因为已经被蜜蜂咬过了，一般蜜蜂咬过都很甜。来，坐坐坐。我们毛叔阿棍啊，是的，我叫阿棍，他叫阿棍，我喜欢叫他棍子，因为他很胖，不像说很瘦的这种才叫棍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棍子？是的，那个棍子的棍嘞。哎，棍子的棍，你们听说过一个东西叫搞屎棍不？虽然阿棍他听不懂。来，阿棍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些什么样的料子啊，给我们家棍子准备了一些各种长口的，你看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你看看你喜欢哪一种啊？各种。各样的都有，而且价格已经标在上面了。我这边的话就是童叟无欺啊，不管你是同行还是外行，来到这里都是明码标价。矿区是多少的话，我们这边的底价写的就是多少。但是我这边家爷会赚一个10%啊，要养活我和我的摄影师，还有我公司的一堆的兄弟姐妹们哈。Nice。你看它是个梦幻机，并且打灯的话非常的漂亮啊。像这种料子一灯就爆了，看到没有？价格呢多少？你看上面标的22000啊，然后呢，我这个22000的话，你要给我加22000，就是24200。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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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，能看得到性价比吧？我能看得到，我能看得到。对，到时候可以拿去高高卖啊。现在佳姐你也知道，缅甸的情况，现在缅甸地方高货贵越来越少。对，是的。咱们的翡翠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啊，高货的话刮一块就少一块，所以说阿棍他刚才说的没毛病啊，越来越少了。而且的话，他们缅甸最近下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下雨你的料子好过来吗？我买了钱了，不好过来，不好过来是吧？我这边过都过不来。没关系，太好了，他们过不来，我这边料子还好多，要的就是他们过不来。虽然说有点坏啊，但是无奸不商嘛，我也得奸一点，不奸的话就吃不下饭了。怎么样？这个的话是一个墨西沙，是的，墨西沙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啊，你喜欢这个不喜欢吗？这个才14000，这么大一个料子啊，然后打灯的话，这个荧光感还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墨幻机都是玩色的料子，这个它就玩种水啊。是的。来下一个上货，这个葱油饼啊。大姐，你的货给你一个比一个没有？对，这个价格还便宜，这个是小千数，你肯定想都想不到。你看价格才3800。对。然后我才加380的一个代购，一共4180，玩这么大一个料子，并且还有手镯位的。相当的牛叉，以后你有货你跟我讲，叉姐，我要多多收。我这边什么都不多，我这边就是货多，除了钱多就是货多。你看这个，也是一个墨西沙的一个老橡皮啊，18000块钱玩这种料子，打灯也是非常的漂亮啊，荧光感直接就出来了。都说神仙敞口墨西沙啊，你看这个不灵不灵的，像这种18000的，如果你有特殊渠道能卖得出去啊，那么这种料子的话，它卖个38000-58000都没有问题。Oh my god！ 来，再看一看这个。这个的话是一个老南旗啊，它是一个正常的南旗，你看它这个皮壳非常老啊，一般南旗的皮都很薄，但是这个皮挺厚的，而且荧光感特别好，你看看不灵不灵的，这边的话色还很漂亮，是不是？第六块的我喜欢，都喜欢是吧？反正我这一次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料子，我就各个敞口都给你拿了一点，你这批料子先拿去卖，如果卖得好，后面喜欢什么样子的敞口，你直接跟我讲。OK，我都给你准备好。行，你也知道家里回缅甸的货也过不来，我在手上没有货。要的就是够了，你加我个绿泡泡，我把这个照片发给你啊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的。那钱呢？你现在要吗？钱没关系，都是熟人介绍过来的，毛叔的面子必须要给嘛，是不是？卖完了就你卖完了过来结就可以了。那你要是6块的卖完了，你就过来结6块料子的钱，如果没有卖完的话，你还货就可以了。OK，怎么样？跟着家爷混3天，要吃12顿拿棍。我非常感谢你。可以吧，棍子？好。行的行的，那你就拿过去呗啊。好的好的。祝你大卖啊，那句话叫欧米八岁大卖大卖。谢谢欧米八岁，欧米八岁。好的好的，慢走啊，棍子。好的好的。哎呀，棍子这给我整的这个菠萝蜜呀，今天怎么样？我们是去开这个菠萝蜜，还是去开一个料子？开料子嘛，肯定开料子。走，去安排一块。来，兄弟们啊，我现在给你们找的是一个后浆的一个料子啊。平时我讲后浆讲的蛮少，像这个料子的话，它是一个断口料，这边的皮革呢已经形成了一个二次风化，有一个新的一个皮革在上面啊。但是打灯的色是非常阳的，水头也很长。咱们后浆料子啊，玩的就是一个色和水。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实战去开个窗。Later。OK， 可以了，我看看。哦吼，兄弟们，好像貌似。可以哦，不要慌，我先给他洗个澡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冰果绿他来了，并且水头一点。
题都没有啊，这个肿色兼并的小家伙就是有点裂啊，虽然说是有点小裂啊，但是无裂不肥，这个裂我还是能接受的。没开窗之前呢是6800，现在开窗以后呢，你们能看到多少呢啊？那话不多说的话，咱们现在去打个价，看能不能卖个好价格。如果最近有想要什么料子的，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佳言啊，我一对一的给你们服务哦。